新番 Dialing in Fat Franks 完结了。结尾，准确说应该是18集后的最后几集剧情过山车式的颠覆，让许多动漫迷忍不住想吐槽几句。而纵观 Dialing in Fat Franks 有着比较完备的世界观设计，拥有相当水平的角色设计，有着一个不错的故事大纲，有着一流的机设师参与助阵，但是无论你是把它作为一个恋爱故事看，还是当做一个机甲番看，它都显得不这么给力。恋爱方面，初期有梅和零二的争风吃醋，为其他人的感情线路有着心和满的，还有泰的感情的，还有五郎对梅的感情，但是无论哪条都和故事的核心进展配合的不好，尤其是跟外星人的出现搭不上关系，倒是和角龙的战斗有点关系。虽然零二和广的恋爱和主线机甲的融合算是不错，但是总是以零二或者广一方面的意识或者精神陷入迷茫，然后靠一句话来感动对方的节奏来推进感情。后半段零二和广的感情就官方 max， 观众想看到的感情的进展没有出现。零二和广的爱情不是靠积累的，而是靠嘴皮子说的。零二我喜欢你哦，达令我也爱你，这种套路非常明显。这样的剧情安排导致这部伪机甲番的感情部分很难打动观众，即便靠美丽的童话剧演示，还是难以阻挡剧情流露出的干瘪。因为没有人靠一个吻就能诞生感情的，一个吻带来的也许只是性。而机甲部分机设部分就不多吐槽了，毕竟笔者还是认识非常喜欢这种机设的朋友的。战斗算不上多么华丽，分镜也只能说很平庸，起码很难有让人看着觉得燃的战斗，也没有自己的招牌特色。这部作品的机设小山众人参与过飞跃巅峰、交响诗篇、天元突破的制作，可以说经验充沛的原画师，但是很可惜中的机甲战斗很难成为作品的亮点。这部作品的打斗画面很难再现天元突破的那种看了感觉浑身冒汗的震撼和热血，而是显得很普通。虽然 Dialing in Fat Franks 的监督锦织敦史表示自己想做的不是一部硬核的机甲番，也许恋爱才是这部作品的正道，但是这部作品的机甲部分虽然设计很用心，阵容也很强大，但是确实后期存在感几乎消失。到了最后两集，索性放弃了其他人的机甲戏份，而是把机甲的战斗任务全部交给了男女主角两人。但是这场独角戏也只能说对于作为这部漫迷们万分期待的动画的结局还是有点落空的感觉。笔者说要把 Dialing in Fat Franks 作为机甲番看，有些人不满意，说这明明是恋爱番，你硬是拿机甲番说事，是不是没道理？那我就说了，这部作品之所以被称作国家队，还不是制作人吐槽这制作阵容十分豪华，而去调查他们的背景，要么是参与了飞跃巅峰天元突破的一些制作人马，有些甚至参与了这样的代表性日本机甲动画的大佬。不当做机甲番看，那是当做什么番看？恋爱番吗？ Dialing in Fat Franks 的恋爱部分也并没有做得很好，起码没有折服笔者和笔者认识的很多期待这部作品但却说不上喜欢的动漫迷们。笔者还是那句话，多少年没有看过精彩的机甲番了。日本的机甲番从70年代的起步，到80年代的成熟，到90年代后期到达巅峰之后不断没落，到如今新番已经很少能看到机甲番的身影。2010年后机甲动画的没落是切身感受得到的。2012年的革命季制作阵容强大，机设华丽，人设漂亮，世界观给人很宏大的感觉，然而大河内的剧情表现却带来了智商机的臭名。2014年又是强大的制作阵容 ALDNOAHZERO 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错的开端，却用了一种让人失望的方式完结了整个故事。斯雷因一人撑着场面的剧情也显示出了故事的不平衡。同年日升又制作了天使与龙的轮舞，日升再次启用福田让他尽情发挥。这部作品同样是拥有漂亮的人设和机设，一流的声优，比较宏大的世界观，但是内容确实充满了咸湿福利的肉色情节，并且再现了福田标志性的分镜，被动漫迷吐槽为 C 第三季。2015年之后别说机甲动画了，
就是新番都很难有以前霸权番的水平。2016年人气旺盛的 RE 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虽然人气旺盛，但是其作品的高度还是和过去销量轻松突破2万的水平差了不少，难以扛起年度最强番的名声。而机甲番则是慢慢褪色，失去在日本动漫圈的统治地位。2016年超时空要塞 Delta 诞生，走起了群像剧的路线。然而初期几集的战斗非常有这部作品男主角疾风的特色，武术一般的战斗，但后面的战斗就比较普通，而偶像的部分还算是比较乏力，但是观众们对作品的剧情发展还算不上特别满意，而最终也很难扛起年度霸权的位置。想想再往上一部的超时空要塞 F 可是完全不同的表现，想起十多年前的机甲番真的是让人发自内心觉得燃。2006年日升社的反叛的鲁路修横空出世，力压群雄，成为当年的霸权年度番。精美的制作，宏大的世界观，复杂的人物关系，精心打造的角色，作为机甲番中的顶级 IP 活跃在人气第一线。2007年机动战士高达 OO 诞生，精美的制作，华丽的机设，群像剧但又很写实的剧情，一层层剥开的剧情，黑田良介优秀的剧本确实没有辜负诸多高达迷们的期待，导致现在还有 OO 之后无高达的说法。同年 GAINAX 线上天元突破，靠着自己满身的正气告诉你们这些萌豚什么才是动画中的人。所以看了 Darling is that friends 笔者真相哀叹一声，拿什么再让我说爱你一次。我的机甲动画